下了几天的大雨终于停了，被大雨冲坏的桥上只剩下了一根圆木。呼哧呼哧呼哧，一只兔子跑到了桥上，等我跑过去把圆木往下一推就可以逃脱了。就在这时，狐狸追了上来。只要不让它跑过圆木，就能抓住它。说着，狐狸跳上了圆木。圆木剧烈地抖动起来。啊！兔子大喊一声，紧紧地抱住圆木。狐狸得意地笑了，它踏的圆木咚咚作响，向前走去。哼，我不会让你轻松过桥的。河堤上的石头被雨水冲刷得松动了，现在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圆木终于失去了支撑，忽忽悠悠地晃动起来。可是，狐狸翘着尾巴，逼近了兔子。嘿嘿嘿，你逃不掉了。这样一来，桥不断地倾斜起来。站住！别再过来了，我们会和圆木一起掉进河里的。兔子喊了起来。哇，危险！狐狸慌忙停下来。狐狸急忙往回跑，这次圆木向相反的方向倾斜起来。狐狸每动一下，圆木就像跷跷板一样摇晃着。这可得当心，不能乱动，要是掉进河水里就没救了。狐狸找到了刚好能保持平衡的地方。狐狸窝火地嘟囔着，眼看着美食就在眼前，却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这儿。兔子也瞪着狐狸说，哼，我不是也跑不了吗？不过等我的伙伴赶来，会用棍子把你捅下河去的。狐狸当然也要反击，他说，等我的伙伴赶来，就一个分一半把你吃掉。喂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呐！他俩冲着黄昏的天空拼尽全力喊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在喊我们吗？呱呱，喊我们有什么事吗？呱呱。乌鸦们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过来，准备落到圆木上。喂，不是在叫你们。喂喂喂，别都往我这边落呀。因为乌鸦们随意地落下来，圆木开始忽忽悠悠晃动起来。哎呀，天要黑啦，呱！好啦，快回去吧，呱！乌鸦们乱哄哄地飞向黄昏的天空，散去了。兔子和狐狸瞪着乌鸦群，都舒了一口气。哼，这帮随随便便的家伙。
哦，吓死我了，我真的以为原木要掉下去了。时间在静静地流逝，不久他俩完全被黑夜包围了。唉，在这种地方过夜真讨厌呢，狐狸嘟囔了一句。是啊，好像会出现妖怪。别说了，我从小就胆小。哎，连狐狸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啊，害怕，连树影都像可怕的脸孔。是啊是啊，本来没有人，却忍不住要回头去看。不能动的狐狸和兔子只能在原木上说说话。一害怕我就想撒尿。是吗？换上我就会喊好害怕呀。兔子和狐狸忘记了彼此是敌人，一直在说着话。他俩说着伙伴间的事情，说着寒冷的冬天，还有从前快乐的事情。突然，兔子不再答话了。狐狸竖起耳朵，听到了兔子微弱的鼾声。狐狸大惊失色，大声喊起来：喂，兔子，醒醒！现在睡觉会掉下去淹死的，听着，你要好好珍惜生命啊。谢谢了，我醒了。可是有点奇怪呀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吃掉我吗？怎么又让我珍惜生命了？可是你要是掉下去，这原木一倾斜，哈哈，你说对了，现在你我的体重一个都不能少啊。在兔子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桥在摇晃。原来从山上吹下来的晨风变得越来越大了，呼，原木被风吹动，开始慢慢地转了起来。喂，兔子，别掉下去啊。知道了，你也不能松手啊。他俩拼死搂住原木。兔子和狐狸的身体被原木抡得转起来，哧溜哧溜滑到了原木顶端那里。哎呀哎呀，哇，抓不住了呀，哎呀，掉下去了。唰唰唰，狐狸的腿被河堤上的草丛缠住了。快，兔子，快过去。知道了。兔子踩着狐狸的背跳了过去。来，抓住我。好啊，上来了。狐狸抓住兔子的手，也爬上了河堤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水花溅到了狐狸的脚下，是原木掉到了河里。哦，得救了。啊，吓死我了。兔子和狐狸高兴地一同欢呼起来。可是
狐狸猛然醒过神来，眼睛里亮光一闪。哎呀，不好！兔子腾的一蹬脚，一溜烟的逃走了。站住！狐狸在后面追着兔子，可是他突然又停了下来，想起来了，我受惊吓之后，是要撒尿的。狐狸一边慢慢地撒着尿，一边低声喊道：喂，兔子，我再也不抓你了。